今天做香蕉羹，刚才去买了一点材料，吃吧。把香蕉剪出来，带他们冲凉。剥皮咯，把香蕉扒皮一下。把它们都捏烂烂咯，有可以挤烂就挤烂咯，不尽量弄到绵绵这样子咯。unsalted 的黄油，蔗糖，白糖也是可以啦。苏打粉，海盐，搅拌搅拌，加两粒鸡蛋，继续搅，加入面粉或者是低筋奶粉，低筋面粉，把香蕉都加进去里面，全部一起。再搅搅拌一下，搅拌搅拌，搅拌搅拌。没有买烘焙纸，我就用细纸来包咯，把这个模子包。包一包啦，这样子比较容易脱模咯，包给它漂亮漂亮啦，大概是这样子啦，这样子应该是 OK 了吧。 OK， 把香蕉的材料都倒进去模子里面，然后尽量倒，尽量挖干净啦，不要浪费食材咯，把它弄平一点，弄平一点。我是第一次用这个来做啦，试试看啦，应该是 OK 的啦，放到30分钟190度。把它放深的一点啦，准准啦，不然就是歪掉。Okay, start lah. Later. I like 看一看 Wow. 把那个锡纸拉一拉，有点少。切来看一下，原来是这样的。OK。